盖三分国，名声八阵图，江流石不转，遗恨失吞吴。浩瀚中，家国里，三分梦魇，七分风云色。谁我未问盈虚，将一切注入心内，八阵图里记不尽，说不完，爱恨丑年吉时，恭请诸葛亮。
善哉善哉，施主能处变不惊，真系令贫僧佩服。念不动心无物，眼前景物亦不过系形同虚幻啫。讲得好，所谓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，无实无虚，生死如幻了。不过施主，你知唔知你刚才闯入呢个河图阵内，你嘅生死已经唔到你自己主宰啦。僧系由边个主宰？系贫僧。你唔信？唔系。你唔惊咩？凡事既然唔能够为一己所主宰嘅，咁又何惧之有？天下万事万物皆有定数，并唔系任何一个人可以主宰。施主，唔通你冇谂到，你要主宰另外一个人，或者更多嘅人，甚至要主宰天下苍生咩？如果能够主宰天下苍生嘅话，我一定会令天下太平，百姓安居乐业，不必饱受战乱之苦。好大嘅志气啊！可惜天下间冇一个人可以主宰天下苍生嘅命运。何以见得呢？天地之大，上至日月星辰嘅运行，下至一草一木嘅荣枯，都系循住一定嘅规限，呢啲系天数。日月交替为一昼夜，草木春天茂盛，冬天枯萎为一寒暑。人生在世，只不过系匆匆数十寒暑，能够做啲咩大作为呢？更何况话主宰天下苍生。所以施主就甘心作为一个闲人，虚度数十寒暑啦噃。冇错，人生在世，表面睇嚟只系得数十寒暑，其实有死有生，有生有死，人一样可以延续后代。江山代有才人出，施主一身抱负，唔通就咁苟全性命于乱世就算？晚辈请大师多多赐教。施主慧根早生，将来成就非凡，纵使唔能够主宰天下苍生，但系一言一行都会涉及不少人的荣辱和生死，望施主好自为之。贫僧告辞。大师，我还未请教你的法号啊。贫僧本谢。本谢大师，本谢大师。小师傅，请问附近有冇位法号本净嘅大师呢？啊，好啦，小僧卒之等到施主你啦。哦，家师公正系本净禅师，系佢一个月前吩咐小僧去等施主你嘅。佢仲话只要施主讲得出家师公嘅法号，就叫我将呢封信交俾佢嘅。贫僧夜算太乙神数，得悉弟子将遭逢灾劫。为是届时贫僧未能亲自消解，望施主能加以援手，免使遭劫，并望能于成功翌日未时，于紫罗河接引贫僧金身，本正顿首。施主，啊，小师傅，位置所在何处？烦请引路。好啊，请。而家紫内大小事务，暂时由大师伯作主持。哦，请问你嘅大师伯嘅法号系？哦，大师伯法号系叫做圆空。吓，咁就麻烦小师傅你引荐啦。大师伯，有位施主要见你。大师打搅晒。施主，请坐。好，你唔去奉茶？知道师伯，大师不必客气啦。未知施主高兴呢，
小姓諸葛。哦，清楚。諸葛先生今次嚟到弟子有何貴幹呢？我本來係想拜訪本證大師，請教參禪之道嘅。諸葛先生係家師嘅朋友，在下同尊師只係萍水相逢，不過就相當投契。今朝清晨時分，在下至同尊師促膝長談，聆聽教益。實不相瞞，家師響三日之前已經離開弟子，話想揾一笪清靜嘅地方圓寂，恐怕早已不在人世啦。但是在下今朝的確同尊師長談過嘅喎，可能有人慕名頂替，或者係法號相同嘅都唔定。咁在下可唔可以喺貴子小住數日，希望能夠睹物思人，懷緬本證大師過去嘅風範。如果諸葛先生你唔嫌棄貴子簡陋嘅話，請隨便。多謝大師方便。细老哥比上次嗰批就慈祥得多，梗系啦！而家天下大乱，好多地方都闹紧饥荒，啲细路仔全部都系大户人家嘅仔女，我嘥咗好多心机先得到手噶。得，你放心啦，只要孟寨主满意嘅，银两方面绝对唔成问题。咁啊，最好不过啦，郑大哥。而家你师父死咗，等你一做咗呢间寺嘅主持之后，我哋就可以喺度为所欲为。仲有孟寨主的意思是要将这间寺院做分堂，这件事你尽快办妥佢。这件事我都进行得很顺利，不过点呢？我怀疑我师父仲未死。仲未死？照计我在毒药方面落重了份量，冇理由佢唔死噶。咁咪系咯？如果佢未死啊？佢唔翻嚟揾你算账咩？咁啊系，不过今日嚟咗一个不速之客，睇嚟同个师傅有过交往，我怕日后会影响我哋嘅行动。如果系咁，一不做二不休。小师傅，诸葛先生，昨晚瞓得好吗？几好。小师傅出家几耐啊？我啊，我七岁嗰年已经出家噶啦，到而家咧都有十年啦。哦，你觉得大师伯点啊？佢啊，佢恶死噶，全知上下嘅人都惊晒佢嘅。有關於本證大師離開貴子嘅事，究竟係點發生嘅？哦，係咁嘅。喺三日之前就個佛誕大典，本來咧就由師公做主持嘅。後嚟大師伯佢出嚟話，佢話師公啊要揾笪清靜嘅地方圓寂，而臨行之前仲吩咐低係由大師伯自問做主持啊。做主持？係啊。不過咧，二師叔同埋其他師叔，佢哋啊堅持啊要等到師公嘅更新。才決定主持一職，而大師伯為咗呢件事啊，都唔知幾唔高興啊！係啊，大師，大師伯，諸葛先生住得慣唔慣啊？有勞大師關心。世俗之人能夠偷得幾日清閒，喺呢啲咁優雅勝景小住，
真可以滴盡風塵。弟子一向好少外人入住，如果有怠慢之處嘅，請諸葛先生你多多包涵。大師太客氣。諸葛先生，請隨便，貧僧失陪。請。先生，可以用膳啊！好。哦，小师傅，诸葛先生，弟子都系一向粗茶淡饭，希望诸葛先生你唔好见笑啊！大师太客气，请。好。哇！哎呀！点解你咁唔小心啊？对唔住，二师叔，我惊住赶唔切用膳啊嘛。啊！呢个诸葛亮又会咁命大嘅？咁啱俾个和尚仔撞跌晒啲斋财。我谂唔会咁巧嘅，我怕我哋落毒嘅事俾佢睇穿咗。哦，照咁睇，个诸葛亮都几难对付噶。上次我哋暗殺佢唔成功，今次落毒又失敗咗。係，唔得，我哋要盡快殺咗佢，免得日後夜長夢多。冇錯，仲有袁志同埋班師弟，硬係唔信師傅交代落由我承繼做主持，有佢哋響度一日，哼，梗會破壞我哋大事。咁就易啦，等我今晚帶班兄弟落山，殺佢哋一個雞犬不留。好，正所謂無毒不丈夫。哎，你好，收声。你好，郑大哥，点啊？一切顺利啊嘛？好顺利，照我哋嘅计划行事，叫班兄弟到处放火，只留翻呢一个出路，呢条系佢哋必经之路，出一个杀一个。好，上。果然系好计。不過未免太獨立啲啩。袁浩，本節嘅師兄弟，往日與你無冤，今日與你無仇，點解你要對我哋趕盡殺絕咧？凡係阻我大事嘅人，我一定要剷除。你嘅大事係勾結賊黨，拐帶小孩，你敗壞佛門嘅清規，簡直就係傷天害理。看來師父的失蹤跟你是完全有關的。沒錯，師父知道我的事，想驅逐我出師門，被我先發制人，已經毒死了他了。不過你們很快就跟師父在黃泉相見了。上。你师父冇俾你毒死嘅，佢要杀你根本就易如反掌。佢假手于我，只不过系想俾个机会你等你改过自新。点不知你死性不改，仲对同僚师兄弟赶尽杀绝，简直死有余辜。我哋走。袁空同黄巾柴有勾结，如果我哋贸然追去，恐怕会有麻烦。系啊，李兄，系你快啲同班师兄弟将啲细路仔放翻出嚟啊！知道先伯，嚟，我哋放细路先。系，诸葛先生，今次得你解救弟子嘅灾劫之外，仲教翻咁多无辜嘅小孩，你真系功德无量。袁志大仙，你言重，在下只系略尽绵力啫。诸葛先生，你为人谦厚，今后必然有一番造化嘅。善哉，善哉。二师叔，二师叔，二师叔，
所有嘅細路都已經俾佢哋父母帶走啦。但係呢個細路女就問極都唔肯講，佢屋企向邊？不如咁啊，就將佢交俾我，我會諗辦法揾翻佢屋企人。諸葛先生，咁就勞煩曬你啦。呢次災劫雖然能夠解決咗，但係師父嘅金身至今都未有下落。本正大師曾經有封信交俾在下，信中提及喺今日未時，請元智大師同埋弟子去紫羅河畔度迎接佢嘅金身。哦。你唔使惊噶，我实会带你揾到你娘亲噶。吓，你屋企系咪住喺荆州呢度噶？啊，咁梗系住喺好远嘅地方啦，系咪咧？好肚饿啊！啊，咁我哋去前边度买烧饼食啊！我好攰啊，喺度等你啊！好，唔好乱咁走啊吓！小妹妹有冇撞亲你啊？你爹同娘亲呢？小乔啊，做乜嘢啊？我撞亲个小妹妹啫嘛。诶，做咩？二女嘅小妹妹系你噶？系啊。嗱，以后唔好一个人周围走啦，拖住阿爹啊。唔该晒。姐姐啊，我哋走啦。嗱，食燒餅啦。兩姑娘啊，仲有啲咩需要嘅，隨便叫小人啦嚇。啊，行咗成日路，攰到死。你自己攞嚟辛苦啫。我哋而家今次咁走咗出嚟，係咪真可以避到㗎？梗係啦，我唔中意嘅人，我唔嫁㗎。婚姻大事系应该父母作主噶嘛，我哋做女儿嘅，除咗服从之外，你仲想点？嗱，我而家咪嫁得几好，你姐夫都对我唔错啊。系啊，姐夫仲有权有势添啊嘛，我真系唔中意佢哋啦，以权势逼嫁，我绝对唔会屈服噶。你错啦，如果佢哋真系用权势嘅话，我哋咁易走到出嚟咩？再讲啦，周将军佢一表人才。而且仲五握兵權添，唔會配你唔起啩？男大當婚，女大當嫁，你錯過咗呢段姻緣，我怕你以後都揾唔翻周將軍對你咁情深一往噶。仲有啊，佢今次穿州過郡咁揾我哋翻去，一直都以禮相待，冇夾硬嚟啊！仲好講，一日都好似冤鬼纏身咁冤住曬。嗱，话口都未完啫，就跟住你啦，讨厌到死。阿官，老板，阿官，好抱歉，打扰你嘅清兴。诶，你去边度嚟啊？我吩咐过你噶啦嘛，有阿官嚟。你就由後門出入啊嘛！我知，啱撞到老友傾咗兩句啫嘛。唉，真係鄰盡。阿周公子，對唔住，你仲唔招呼人家上樓？請。好。嗰位公子都幾有雅興噶喎。嗰個正一怪人嚟噶，慕城百事包成個大銅彈琴。仲還俾人衰於佢添，搞到成咁討厭嘅，本身啊！
姑娘，冇撞親你啊嘛？冇。我仲以为曲高和寡，因你萧乔姑娘听曲嘅兴趣添。我唔理曲高定曲低，总之我嫌你琴声太高，惹人清梦啫。既然萧乔姑娘嫌琴声吵耳嘅，仲系大可以唔弹嘅。请姑娘翻上楼休息啦。小乔，周将军，主母，唔会嘈住你啊嘛？唔会，你啲琴声咪几悦耳？悦耳？我話炒耳啊，真啊！小喬，翻上去啦！我而家俾人吵醒咗啦，邊度瞓得着啊？小喬，你喺邊啊？我喺一笪地方，永遠見唔到你嘅。小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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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喬啊！你唔好我去到邊，你跟到邊好唔好啊？你唔覺得煩嘅咩？小喬。你唔好咁啦，周将军，对唔住，小乔系刁蛮啲，你唔好怪佢啦。你放心啦，主母，再刁蛮嘅姑娘我都见过，我识得点样应付嘅。小乔，你觉得我真系咁讨厌？乜？你以为你自己好讨人欢心咩？天下间唔知有几多美女想向我投怀送抱，我都冇兴趣，偏偏系对你情有独钟。估唔到反而被你嫌弃。既然你知道我嫌弃你嘅，你何必苦苦相缠呢？小乔，不得对周将军无礼啊！以你难得到嘅，我就越有兴趣追求。其实你阿爹早就已经将你许配咗俾我噶啦。如果唔系你对我爹威逼利诱，我爹真系唔会应承你嘅。唔通你觉得我配你唔起？就当我配你唔起啦，你放过我啦，好唔好啊？你一直咁逃避我，心入边已经系咪有咗心上人？系点啫？根本与你无关，你无权过问。我系你未来夫婿，点解冇权过问？我一日未过门都唔系你嘅人，系你自己一厢情愿啫。你拜见叔父，起身，大家自己人何必多礼呢？坐，坐。亮啊，呢几日到处游历，有咩收获啊？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出外见识多广，人个胸襟都广阔得多。唉，当今天下群雄割据，到处烽烟四起，我哋能够偏安一隅于荆州，比老百姓嚟讲已经幸福得多啦。生于忧患。对人嚟讲系一种磨练。娘，虽然你年纪细细，能够洞悉世情，我已经好放心。自从你阿爹过身之后，将你兄弟二人交托于我，我担子真系唔轻。为叔父者，总希望你两个能够早日成才。只可惜阿锦佢年纪虽然比你大，但系办起事上嚟，总冇你咁成熟稳重。佢呢一个人急功近利，唔得踏实。我最担心就系佢啫。叔父，叔父，嗯，大哥，阿亮，你翻咗嚟。系啊，大哥。叔父，我打探到京城方面嘅消息，曹操挟持天子迁都于许都，自封为丞相。睇嚟佢有意效董卓挟天子以令诸侯噃。哼，呢件事我早已知道啦，你何必此特相告啫？叔父。
呢個係我哋嘅機會嚟嘅噃。嗱，當年討伐董卓，都唔少英雄乘時而起啦。如今曹操挟持天子，睇嚟好快就有各州各郡嘅兵馬起兵勤王。以我哋叔侄三人嘅才智同武藝，只要我哋乘勢訪尋明主，他日必成霸業，咁我哋就名垂千古噶啦。阿锦，你心里边点谂？难道做叔父嘅唔清楚咩？你所谓名垂千古，只不过系为咗功名富贵。而家刘大人宅心仁厚，叔父，刘表嘅为人内弱，更兼优柔寡断，只识得拥兵自重，偏安于一隅，根本并非真正嘅英雄。咁喺你眼中，天下间真正英雄系边个？江东嘅孙策，佢就知人善任，用兵如神，有勇有谋，将来必成大事嘅。侄儿嘅意思就系投效孙策。点解唔索性投靠曹操？叔父啊，侄儿只不过系以事论事啫，你又何必动气呢？我哋唔可以成世人都寄居刘表嘅幕下嘅，我哋咁样根本就冇作为。无论你点讲都好，我哋食嘅着嘅都系刘大人所供给。况且刘大人总算系汉室之后，我哋为佢办事系名正言顺。虽不至流芳百世，起码唔会遗臭万年。叔父，大哥，叔父，大哥都系讲下嘅啫。哼，有诸于内，形诸于外，佢点会系讲下？冇错，侄儿实在受够啦。对唔住啊，叔父，侄儿一定要出去闯一番大事。如果有幸他日得遇明主，能成大事嘅，我一定翻嚟接阿叔你安享晚年。请恕侄儿不孝啊！大哥，紧进步咗，并唔系我武功进步，而系你心事重重，所以力不从心啫。方今天下大乱，曹操呢个奸臣挟天子以令诸侯，而各州各郡嘅官员虽然深受朝廷俸禄，但系只系识得拥兵自重，所以曹操呢个奸臣先至可以肆无忌惮啫。汉室国运多舛，先有十常侍之乱。后有董卓、李确各犯专权，而家又有曹操垄断朝政，此乃气数所言，合该如此。诸葛卿，你嘅意见我唔敢苟同。其实国家之乱乃在人为，如果唔系天下文武百官个个自私自利、罔顾朝纲，而系团结一致嘅，又点会有咁嘅局面？其实又唔能够怪得人嘅，好多时形势比人强，非人力可以改变。大丈夫生逢乱世，应该以身报国，又岂可过于形势呢？原则大公子早有打算，我一定要说服阿爹起兵勤王，诛灭曹操呢个奸贼。到时一呼百应，天下浩浩，万众一心，我哋一定可以诛杀曹操呢个奸贼。只怕杀咗一个曹操，天下间仲有千千万万个曹操呢？诸葛卿，点解你每次都系同我针锋相对嘅呢？我只系以事论事啫。你谂下以前嘅董卓同而家嘅曹操，唔系如出一辙咩？天下奸贼固然只系杀之不尽，但系要诛杀奸贼嘅英雄志士，如果大有人在。哎，你姑娘，唔好意思啊，吓亲你添。唔紧要。大公子，你又翻刘府说服你阿爹出兵嘅？啊，嗰位姑娘仔又生得几可爱啊！嗬，行啦。二少爷，不如由我假扮山贼嚟打劫，等你英雄救美啊！大
打劫係嘛？咁嘅舊竅打你就真啦！二少爺啊，舊竅都好過冇啊！人哋姑娘仔越走越遠啊，遲啲就錯失良機噶咯。天助我，攞把聲嚟！喂，二少爺，二少爺，講我啦！你自己翻去先啦。姑娘啊，我遮埋你啊！姑娘，姑娘，你使唔使走呢？我又唔係壞人。男女授受不亲，而且我都唔识你嘅。咁啊，把车你用啦，我帮你攞衫。姑娘，等我自己拎得噶啦。曹丞相挟持圣上独揽朝政，睇嚟就快有一场动乱，唔知会唔会骚扰到我哋荆州嘅安宁？主公，曹丞相权倾朝廷，拥兵自重，一心康扶汉室，我哋应该上表对佢支持先至系啊！唔得，汉贼不两立，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叛逆之心乃人所共见。阿爹，我哋既受皇恩，应该联络天下有志之士，共诛逆贼啫。初生之族不畏苦，谁知袁绍、袁术兄弟勇兵百万，尚且同曹操妥协，我哋区区个荆州，何来兵力勤王呢？简直系以卵击石。舅父，孙策起兵江东，讨伐曹操，足以证明天下有好多忠心为国之士。袁绍、袁术佢哋勇兵自重，乃观望形势。到时讨伐兴兵嘅意思形同一气，我哋只要万众一心，一定可以马到功成。天下群雄风起，个个都系兴师勤王，无非系浑水摸鱼。唔通我哋真系有勤王之相咩？唔理点都好，我哋身为汉室嘅子臣，点都唔可以袖手旁观。舅父，你可以苟且偷安，我做唔到。吓你？我哋而家系共商对策，唔系作口舌之争。诸葛先生，你认为呢件事我哋应该点做呢？主公，曹操名为汉室丞相，虽然话佢挟天子以令诸侯，但系佢所作所为，至今仍未有危害汉室之举。如果我哋妄然出兵反曹，恐怕名不正言不顺噃。诸葛先生。果然英雄所见都略同啊！阿爹，既然已经有人起兵反曹，我哋应该支持啫。我自有主张。诸葛先生，你认为呢件事我哋应该点做呢？以在下之见，以不变应万变，看清形势再作打算。我都有咁嘅意思。阿爹，汉贼不两立，我哋应该起兵勤王。你？興兵勤王並唔係明智之舉，阿爹。大哥，你知唔知道憑一時之氣而動干戈係會帶嚟啲咩後果？我唔理有咩後果，總之我唔可以俾曹操呢個逆賊為所欲為。如果喺呢個時候要我哋出兵啊，唔係即係要我哋荊州軍民陷於水火。而家天下大亂，而我哋荊州仍然安享升平，係全靠阿爹嘅英明決斷。阿爹，你話孩兒講得啱唔啱啊？呢啲唔係叫做安享升平，係叫做苟且偷安。收聲！我已經決定咁做。初武，在，你同我留意一下曹操嗰邊嘅動靜，隨時向我報告。遵命。老爺，你有心事啊？唔係為咗阿祁同鍾儀咧。佢兩兄弟嘅感情一向都唔係幾好，如果我百年歸老之後，恐怕佢兩兄弟有益長之爭啊！老爺，我諗未必嘅，
佢两兄弟虽然系同父异母，但系一直嚟我对阿琪都好似亲生咁嘅，而且我仲时时教导阿忠，要佢尊敬兄长添。呢层我知道，阿琪一向都好有志气，但系年少气盛，做事不分轻重。如果我将荆州交俾阿琪掌管，佢会随意兴兵，咁荆州数十年偏安一时就会遭遇战祸噶啦。老爷，唔一定嘅，或者到时阿琪佢又识谂啲咧。又或者你唔一定要阿琪佢承继噶。夫人，你嘅意思系要我废长立幼？我唔系咁嘅意思，只不过阿忠虽然系比阿琪佢细，但系做起事上嚟，阿忠就稳重得多啦。呢件事我已经心中有数。大公子，你啲决定暂时按兵不动，亦都系权宜之计嚟嘅。你哋咩事都畏首畏尾，我都唔知道你哋点做嘢。大勇若怯，大智若愚啊嘛。当年韩信受胯下之辱，人人都以为佢系懦夫，后来咪一样大有作为。凡事嘅要睇清时势。够啦够啦，你唔好再同我讲咩睇清时势啊，谋定后路嘅嘢啦，我听得太多啦。你话点都好啦，不过而家曹操嘅权力遍布朝野，你千祈唔可以鲁莽行事啊。而家连阿爹都唔听我嘅意见，凭我一个人嘅力量做得乜嘢？大公子，而家都好夜噶啦，你应该早啲唞啦，冇谂咁多嘢啦。我会啊。刘兄，石兄，京城嘅情形点样啊？曹操嘅奸仔喺朝中独揽大权，依喺京城入边，无论黎民百姓或者大官贵人，只要稍微对佢不满，都会受到灭门之祸。曹操呢个奸贼，如果权势日大嘅，天下就永冇安宁之日。我一定要将佢铲除。冇错。不过咩啊，刘兄？我阿爹始终唔赞成我兴兵。石兄，我想麻烦你入城调查一下。如果必要时嘅，我可以联络忠义之士行刺曹操。好，咁就等我翻去打点一切啦。咁事不宜迟，请。请。我谂今晚都可以耳根清净啦啩。为咗避开佢啊，连客栈都唔翻。你系咪谂住喺呢度到天光噶？咁唔好咩？起码冇人成日喺度缠住晒啦。我都唔明白你嘅，好似你而家咁啊，避到几时？又避得几耐啊？我唔理啊，等佢自己心息咯。我谂佢呢世都唔会心息啦。我都话避都避唔到噶啦，我翻去啦。我唔走啊！我点都唔走噶啦。喂，小乔。小乔，你做咩？呢架琴扰我清静，我要整烂佢。唔好啊！小乔啊，你唔好咁啦！你太过分啦！配翻个琴俾你啊！我而家唔要个琴，我只系想教训下你，等你唔好咁狂妄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佢想轻薄我，你快救我！你系过路嘅，就唔好多管闲事。如果我要管，咁就唔好怪我手下无情。
果然好身手。我掌啊！国君姓谭，在下诸葛亮。功盖三分国，名声八阵图。江流石不转，遗恨失吞吴。浩瀚中，家国里，三分梦魇，七分风云色聚。未问谁我。Oh, yeah.